5月20日，基隆市新增5名本土确诊病例，其中案2564是成功市场摊商有万华接触史，基隆市长林佑昌因此下令成功市场从即日起停业到5月30号。案2564，那这是一名大概60岁左右的男性，那是我们成功市场的摊商。那他在5月1号，他其实生活非常的规律，他其实大概每天早上7点到10点，都是在成功市场来做这个做生意。好，那他这个是有万华的一个群聚案件的接触史。在今天早上我们也通知成功市场，从今天的中午12点起到5月30日的0时止，成功市场暂时休业。突然接到市场要停业，市场摊商觉得很无奈，消费者更是忧心以后不知道要到哪里才买。损失，办公室自己要爱吸收啊，没办法，这个也没有说求偿无门，没办法，这是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要共体时间啊，大家要多多配合。总是要请咱市心都看要讲开放到位啊，市场吼，迄个百姓讲哦，较方便一撮安尼。我讲市况也是大部分拢即台车，啊，恁那市场话稍微都减一半去啊。先叫伊通知啦，你出来挂掉，啊无。由于疫调结果到目前为止，基隆市本土确诊病例几乎都与万华有关。林佑昌也要求警察局方面加强小吃店稽查，禁止业者暗中营业的情况发生。我们也在今天特别要求市警局，当然所有的这些消费的地点都已经关闭，但我今天特别要求市警局要强力稽查所有的小吃店，特别是有附设卡拉OK 的一个小吃店，那有没有落实停业的一个要求？如果有把表面上拉下铁门，但是仍然继续营业的，一律重罚。另外部分排班电车司机出现未确实戴口罩的情况，林佑昌也要求江处方面派人员加强宣导劝诫。这几天呢，发现有许多的电车司机，那他在排班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，那或者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开车，车上没有乘客他把口罩拿下来。那我们也在这边要特别呼吁这个计程车司机们，不管是在车上还是下车，不管是在开车还是在排班，一定要把口罩戴好戴满。而且如果有乘客上下车的时候完成一趟的这个载程，就一定要进行车辆的一个消毒。而在民众反映下，基隆市政府5月20号中午也加入疾管家 QR Code 行列，让洽公民众进出基隆市政府更加便利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